高雄全家海神职业篮球队2023-24球季主场开幕周12月2号、3号在高雄巨蛋热血登场，二号迎战新北中信特工队，市长陈其迈身穿一号球衣，以神队友之姿现身为赛事开球。他也和议长康裕成在球员出场时与球员击掌互动，激励士气，祝福高雄全家海神队发挥主场优势，一路过关斩将，雄风霸气，航向胜利。艾文主席，球员们在球场上发挥团队合作默契，卯足拼劲展现精湛球技和过人的体力毅力。陈其迈市长现场观赛时也和群众一起随着节奏和口号应援加油，刺激精彩的赛事令人屏气凝神，目不转睛。当球队投篮得分时，现场一阵欢声雷动，气氛热血奔腾。2023-24高雄全家海神以 Ride the Wave 作为球队第三季年度口号，号召神队友到场相挺支持，用热情为球员和赛事加油打气，展现雄浪气势，将荣耀带回高雄。而推动职业棒球以促进地方发展的高雄市政府，也感谢各企业对于高雄篮球运动产业的赞助以及球迷的支持与鼓励，促使球团永续蓬勃的发展，动力无限。